看，现在你孩子我也接受了，你那亲妹妹我也接受了，你说咱俩这事儿。我仔细往那儿那么一想啊，咱俩可能还真不行。越是齐阿姨出来捣乱，干妈就越看清了自己对爸爸的依恋和感情，她感到无比的苦恼，但是她也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局面自己该何去何从。思来想去，一贯清高自傲的她便按照惯性选择了放手。中年人的情感跟年轻人正好相反，来如抽丝，去如山倒，一旦她选择了放手，他的心顿时觉得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轻松了许多。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哎，在家闷得慌，我想去劳务市场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干的活。为什么呀？我还年轻力壮的，总不能一直闲在家里吧。不是，你可千万别去那医院了，家里不缺你那俩钱，再说雷雷也不同意啊。不会啦，那是那个时候没办法才给你去当护工的，现在不至于啦。我有十多年的管理经验，我去看看不一定有哪个公司需要行政人才的，说不定有人要我呢。行吧行吧，反正哎，可能其实你在家待着不挺好的吗？像你们这有能个的人呢，可能就是闲不住。得，那就去吧。跟你说好了啊，成咱就去，不成甭跟人矫情，好吧？我知道。哎，小丽呢？屋呢。丽，走，今儿妈带你出去玩去。啊，我不去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我坐不下，难受。难受？坐不下？哎呀，我看，你别看疼。老尚。嗯。老尚。你忙活什么呢？你瞎忙什么呢？那孩子都什么样了？你不知道啊？干嘛呀？一惊一乍的。谁一惊一乍的啊？你天天忙活什么呢？就知道赚钱，钻钱眼里去了。赶紧去看看去，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怎么了？你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也不知道他这个爸怎么当的，孩子成这样了，一点都不知道。到底怎么了？气死我了！小丽那腿上和屁股上长了褥疮，都感染了。早就跟你说别老在那电脑前头坐着，是吧？再说你这孩子也是，你不舒服怎么不跟爸爸说呀？你说他干嘛呀？那你说他这事儿他不跟我说，我哪知道去啊？你们别吵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以为没事呢。他发着烧了怎么没事啊？你说现在怎么办吧？我给他买药去呗。现在买药来得及吗？晚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要把孩子接走。接哪儿去啊？接我们家去啊。接哪儿去？你们家你说了算吗？
管不着。我管，我当然是管不着。但是你说把孩子接走，你得让人放心。就算我同意，你得把情况说清楚了。你们家又不是没去过，那情况谁都知道。你放心，这回跟以前不一样。我只要把孩子接走，我就不会让他受委屈。不是你那是怎么着？你打算不过来是怎么？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你说孩子事儿呢，扯我们家干什么呀？小平啊，咱也甭吵架啊。就算你把孩子接走是好意啊，我都认。但你至少应该问问孩子，孩子愿不愿意跟你去？这不用问，我们家条件不比这儿好啊，这有什么呀？这个破地方，洗又不能洗，涮又不能涮的，你怎么住啊？你要实在不愿意的话，送医院去，医院都比这儿强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我擦点药就好了。什么叫擦药就好啊？啊，非得弄化脓了是不是啊？感染了好啊？再说了，谁给你擦药啊？啊，指着你爸呀，人家净想着赚钱呢，哪儿顾得上你呀？咱别胡说八道啊，谁光顾赚钱不顾孩子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不跟你吵架，反正我非带他走不可。就你们这些男人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满肚子都是花花肠子，没一个可靠的。不是你这说谁呢？到底是你发什么邪火呀？跟这儿麻烦你给孩子弄个出租车。哎呀，不用，我说了我没事儿，我挺好的。你哪儿好啊？啊，都成这样了哪儿好啊？什么叫不好啊？老师，你出来一下。你去帮他叫个出租车吧。啊，他也是为了孩子好啊。你看小丽这几天一心钻在那个小动画上头，让他换个地方缓一缓也好。再说了，他那儿条件确实比咱们这儿强。等过一阵子小丽的褥疮养好了，再把他接回来不就行了？快去快去，去了去了。慢点慢点，闺女把一下。有事给爸爸打电话啊。嗯，手机老开着，想回来随时接你回来啊，闺女。嗯，知道了。我跟着过去吧。你去干嘛去啊？到地方得抱下来，你抱得动吗？不是七八岁那会儿了。行了，有你想的那么秀气吗？别管了啊。闺女，想着给爸爸打电话啊。嗯。哎，我说你别装出一副没你不行的样子，不行啊！我不是亲妈呀。啰嗦什么呀？啰嗦不让她去了我。你看你那婆婆妈妈的样，我告诉你啊，别担心，从今往后啊，我谁的话也不会听，我也谁都不怕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事。还有，以后我也不会再委曲求全的活着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你这说什么呢？你这是。哎，行了。哎，爸，你千万别忘了告诉雷雷我的电话号码。啊，爸知道了。行了行了，哎呀，走。也怪我，这些日子净顾瞎忙了。那人才市场你去了吗？去了。怎么样？郊区有个皮革制品厂，生产包跟鞋的，要找个销售副经理，看上我了。嗯，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是龙就不会永远在泥潭里趴着，是吧？早就说你有这一天。多少钱一个月？基本工资不高，但是按销售提成。那就是卖不出去就没什么钱啊，那个。是这样的。什么时候去啊？明天就去。
妹妹啊，你怎么老不爱搭理我呀？没有的事儿。我跟齐大姐没什么。有什么也没关系啊。其实我觉得，齐大姐跟你是你的福分。我明天要上班，屋里还一堆事儿要忙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哎，我这瞎忙活什么呢？我这坐。嗯，怎么了？我还是别去了。哎呀，有妈在呢，你怕什么？那万一你们两个再吵起来怎么办啊？那也是我们俩的事儿啊，跟你没关系。听妈说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你要不想听就把门关上。他要是直接跟你说什么，你可以完全不理他。再说不会的，他毕竟也受过教育啊。走。哎，我还是觉得不太好。放心吧，有妈在呢，你担心什么呀？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，把伤养好。等你养好了想回去，我再送你回去还不行吗？嗯，走。哎，小平。小平，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女儿生病了，她爸那不适合养病，我把她接家里住几天。你吃错药了吧你？请你说话文明一点。你把她领过来，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哼，这是我的家呀。我为什么非要征得你的同意呢？这是你的家。对呀。这是你一个人的家。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家呀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那得看你想干什么。我知道啊，昨天你好心为我买了生日蛋糕，我没回来你生气了。请你千万别那么想。这事儿如果放在以前，我一定会生气的。哎呀，现在我怎么不会生气了呢？而且昨天我利用这几个小时时间，想明白很多问题。想明白什么了？想明白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人不能跟命争。命里注定有的，想躲也躲不掉；命里注定没有的，我就是再怎么争取，也争取不到。该放下的时候就得放下，否则太为难我了，我也太辛苦了。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他不能住这儿。如果他非要住这儿呢？凭什么住这儿啊？凭我是他妈，我是他亲妈，她是我亲生女儿。小平啊，你是不是真不想过了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是你早就不想过了，对吧？昨天我给妈打电话，她说你根本没住她那儿。我给办公室打电话，有人说你早就走了，你哪儿去了？我不在乎了，我只是好奇，你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吗？去哪儿了？你要是为这个跟我生气，故意拉孩子跟我赌气，我能理解你。其实昨天呢，
我本来想早点回来，可是也不知是谁知道了我的生日，单位里一帮人就拉我去喝酒，后来又唱卡拉 OK。 那个本来我想玩一会儿就回来，可是喝着喝着就喝高了，都是年轻人特别能闹，所以就没回来成。那你住哪儿了？宾馆开的房。哎，不是，绝对是我一个人睡的。不管是真是假，谢谢你。好，我都告诉你了。别胡闹了好吗？赶紧把他送回去。他那么大一姑娘住这儿，算怎么回事啊？李健，闺女肯定是要住这儿的，我不可能让她走，这已经定了。今天我不想跟你吵架，咱们俩也应该好好谈谈了，你说是吧？从今往后啊，我觉得咱们互不干涉，你吃哪儿住哪儿，跟谁在一块儿，都跟我没关系，我也无权干涉，也请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你呢，住你自己的房间，那个房间由你单独拥有，我跟女儿住一块儿，咱们俩以后井水别犯河水。什么？那我走。是把他找回来吧，我不在这住了，我现在就走。你走什么呀？他愿意走是他的事儿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都闹成这样了，你怎么收场啊？收场？妈压根儿就没想过收场的事儿。这么严肃啊，做不成情侣还能做朋友吧？是啊，我不喜欢这种牵牵扯扯的感觉。谁跟你牵牵扯扯了？我就是心里烦，想找你出来聊聊。你看你什么意思吗？好，我占用你时间了，你来回路费归我行吗？你要是这聊天也算钱的话，那你告诉我一小时多少，我给你。好，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，好吧？陈家心里难受，你还真不通情达理。我没说什么呀，你怎么了你？你说你家要是不败该多好，你又年轻又帅，带出去该多有面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可惜啊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哦，你找到有钱的主了是吧？但是他没我帅，没我年轻，是吧？也不算，我还没想好呢。为什么呀？他有家，而且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有钱。你要当小三啊？你告诉我这个干嘛呀？你什么小三不小三的这么难听？我不是说了我还没想好吗？我就是想找你出来给我出个主意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不是说了我什么都没做吗？我要是做了还找你干嘛呀？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道德，别人都没有？张雅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喜欢钱这我不反对，但是你也没有必要这样贱卖自己吧？
你怎么知道以后就没有更有钱、更帅、更年轻的男人等着你呢？插足别人的家庭，伤害的只有你自己，十有八九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接着往下找。哎，像我这么年轻漂亮的，前面肯定有一个又帅又有钱的帅哥等着我呢。蕾蕾，谢谢你。来来来，好了，吃吧。胜叔啊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哎，蕾蕾，你回来的正好，陪你胜叔喝两盅。啊，他不是早就不喝酒了吗？不喝酒能是大老爷们吗？大老爷们能不喝酒吗？是不是？来，陪他喝两盅，我去给你收拾衣服去了啊。臭你乱的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，胜叔？来了帮忙的了，我都没事干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呀？人家看上你了呗，这都看不出来。你看这酒，这菜，还帮你卖包子，多好啊！蕾蕾，你经验丰富，想个辙啊？我经验丰富什么呀？哎，说真的，胜叔，我觉得你和他还真合适。卷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你问小丽啊，小丽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。小丽呢？没在家。啊？她没等我回来，一个人出去了。没有，让她妈接走了，说住些日子。啊？哦，对了，给你留电话了，让你给她打的。来。就不能说妈把毛巾拿过来？你叫我一声妈就那么难呢？我
你爸。喂，爸，你想我啦？嗯，我也想你啦。你这两天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挺好的，我刚上完药。嗯，他正帮我洗脚呢。嗯，你就放心吧，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要老熬夜，你早点睡觉。嗯。哦，对了吧，你把我电话号码告诉蕾蕾了吗？那他为什么没打给我呀？我以为他会很快打给我呢。哦，不用，你不用把这些跟他说。嗯，他要是想打就打了，可能是他最近太忙了吧。嗯。啊，好了，你不用担心我，那你早点睡吧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拜拜。小弟，你好点了吗？你爸说你病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好多了。哎呀，是吗？嗯，太好了。齐阿姨，要不进屋说吧。我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我在这看看你就行了。我跟齐阿姨待会儿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要多久啊？就一会儿。好。来，把衣服披上。好。待会儿就回去啊。嗯。咱走啊，晒太阳。闺女，好多了吧？嗯。啊，好多了就好。那个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过几天吧。还过几天呀？没什么事儿，你就赶紧回去吧。是吧？要不然家里呢，蕾蕾一上班就剩下你爸和你看妈了。那怎么了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那那邻居呀，素质太低，一天到晚闲言碎语的，是不是？说这说那不太好听。爸倒没什么，一个大男人是吧？你干妈就不行了，一个女人让人背后说闲话，你听。齐阿姨，你别说了，让我干妈知道了多不好啊！哎，行行行行，不说了不说了啊！小弟，把这个给你啊，这是齐阿姨家祖传的，我一直都带着的。阿姨喜欢你，把它送给你，别跟丫头说啊。哎，这是祖传的，您给我多不好啊！有什么不好的？咱马上就成了一家人了啊！拿着，拿着。一家人，什么意思呀？你看你，忘了？你记不记得咱们以前住在一块儿的时候，齐阿姨都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跟你爸的事儿。啊，记得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是吧？那个什么，那你跟你爸说这事儿了吗？齐阿姨，那个，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这事还得我爸自己做主啊，我说话不管用啊。谁说不管用啊？我知道你爸是你爸，你是你，可是你是你爸的贴心小棉袄，你能做得了你爸的半个主，是不是？你要是觉得齐阿姨还行的话，你到时候在你爸那儿给齐阿姨添把火。是不是？你看吧，你爸那个人忒肉，你就说心里有我，他也不好意思说，老瞻前顾后的，这太慢了。你说咱俩这个两家这个情况又都挺好的，是吧？又都挺合适的，这得抓紧时间，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。齐阿姨，我知道您人好，我也特别喜欢您，可是这事还得看我爸，我真的做不了主，
我爸要是喜欢您，那当然好了。我希望他能幸福，我也希望齐阿姨能幸福。这个您收好了。你看，拿去带着玩去呗。啊，你给拿去。我先替你带着，啊，等你结婚的时候给你。小丽，哎，丽，别忘了齐阿姨你说的话啊。七哥，嗯，走了啊，再见。嗯，再见。喂，妈，你在哪儿啊？怎么那么晚不回来啊？一会儿就到了，挂了吧。哎呀妈呀！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什么工作？工作到这么晚，都十点了。不怪他们，路远了点。而且郊区那边下了雨，路上堵了。我肚子好饿啊，家里有没有吃的？有，老盛叔给你热了好几道了，我实在放不下心才出来接你的。妈，我看你明天还是别去了，都不是年轻人了，干嘛呀？不碍事儿。什么不碍事儿啊？你别到时候工资拿不到，再累出个好歹来。我又不是金枝玉叶了，这点小困难我承受得住的，你放心。不是我跟你泼冷水，艾梅，我说这事算了。你要找个离家近点的，头一天就回来这么晚，你是我跟雷雷都急死了。你说你要每天晚上都这么晚回来，首先说这安全，它绝对是个事儿。没事儿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。你照顾自己什么呀？都累成这样了。这样算的话，每天光坐车就要4个小时，我都受不了。您怎么吃得消呀？我看，您就别逞能了。就是就是。谁不吃苦受累啊？就是小丽，她也全程嚷嚷的要自立。你们谁都不要再说了。你妈这人真固执，我发现。进来。累了一天了，烫烫脚解解乏吧。什么也别说了，赶紧洗洗睡吧。小丽呢？睡觉呢。李健没在家？啊，没有，上班去了。他没说什么吧？他说什么呀？你想他说什么？我是为你担心。嗯，你呀，用不着为我担心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没事就好啊。哎呀，几日不见，刮目相看呀，二女争夫。哎，你现在成香饽饽了哈？说什么呢你？装糊涂啊！现在你应该心里特美呀，一个是落难凤凰，一个是墙头草鸡，这高雅的、通俗的，你一个也不放过呀！啊？齐大姐又跑你这儿念叨来了，是不是？真丑！哎呀，你呀，
你现在巴不得让人抢来抢去呢，那滋味特好，是吧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说我就纳了闷了，就想不明白了。要说这艾梅呀，她什么优秀的男人都见过，什么场面也都见过，她怎么就能看上你呢？啊，还有那齐大姐还抢上了，真是把我大牙都笑掉了。哎，你把二牙再给笑掉了，那怎么办呀？到这份儿上了，你看不上我，人家也看不上我，你放弃我，那是你没眼光，不等于人家没眼光，对不对？对。您现在豆腐渣，咱们一枝花的岁数，您嫉妒去吧。是吗？我嫉妒，我特别嫉妒，真的。一枝花，怎么着，豆腐渣？快找一牛粪插上吧，啊，省得我整天呀放心不下你，还惦记你。我去赶紧叫孩子去吧，嘚啵什么呀，包子都凉了，快点。瞎操心你，我能不操心吗？你跟我说心里话呗，你到底喜不喜欢干妈？那这你还得看人家看得上看不上咱们呗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就是喜欢了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丽，你干妈这人呢，人不错，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喜欢。哦。可是咱不能乘人之危呀！你冷爷爷让我照顾他们娘俩，可没说让我这么个照顾法呢。你乐什么呀？要不我去帮你问问。你拉倒吧！怎么了？你怕我干妈拒绝你啊？你愿意问问去呗。其实吧，我觉得我干妈她挺喜欢你的。他跟你说过？那还用说呀，自从上次你把雷雷打了，他不就变好了吗？那干妈看你的眼神啊就不一样了。嗨，那他是没想到我能那么干，对我另眼相看而已。这我可就不知道了，不过这事儿你自己应该有感觉呀，没有吗？怎么说呢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你就说你喜不喜欢我干妈吧。你就告诉我实话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干妈？喜不喜欢？这不就行了？你还真问去？那当然了，我也喜欢我干妈。好嘞，那祝你成功吧。嗯，哦，爸，我。妈昨天跟李健吵架了，因为我来她没告诉李健，昨天晚上李健都没回来。哎呀，他现在都能把李健给气跑了。是啊，我还想呢，他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强硬啊，完全不计后果的吵架。丽啊，你还是小，这才是你妈呢。你看你妈平时对咱俩跟对李健俩人吧完全不一样吧，装的，什么温柔贤淑啊，那都是装的，她现在装累了，不想装了。好事儿，这才是他们俩磨合期的真正开始。是吗？哎哎，行了吧，那你别忘了啊，有空让我干妈过来看看我，我好跟她说啊。让你七阿姨给折腾的，我们俩最近正闹别扭呢。啊？
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也因为你而幸福着，那些前尘往事在我心里隔着，你怎会让我孤独呢？想要把你紧紧抱着，从此忘了难过，上天安排我们是亲密相连的，你始终在我心里的。在我心里的。